我要再次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请坐。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以无比的感恩的心情，再一次的承担台湾人民交付给我的责任。我要谢谢每一个在防疫初期在药房门口排队的台湾人民，谢谢你们的耐心，谢谢你们对政府的信任，是你们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即使在最不安的时刻也能够保持公民的美德。我也要谢谢那些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人，谢谢你们展现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成就了台湾防疫的成功。我们今天现场有许多各国的使节代表，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许多国家也都在关心台湾。你们看到的国家有一群善良而坚韧的人民，不论多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能够靠着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团结和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感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从一月到现在，台湾连续两次让国际社会惊艳，第一次是我们的民主选举，第二次则是我们防疫的成绩。台湾出现在全世界的各大新闻媒体上，台湾也写在我们一箱又一箱送往国外的物资上头。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除了分享光荣跟喜悦之外，也能够体会自助助人、自助人助的精神。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这次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既深又广，它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秩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跟消费的形态，甚至也改变了国际社会对台湾和周边情势的想象。我要请所有的国人同胞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还有各种的考验跟难关在等着我们。我说过，我会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各位，所以在下一个四年，在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民主深化这四大面向上，我也会超前部署，让台湾脱胎换骨。我会带领台湾影响未来。我们在2016年启动的经济发展新模式，致力让台湾的经济走向世界。四年来，国际经济的巨大的变局下，台湾不仅挺过来了，经济成长更回到了四小龙的第一名，股市万点也成为常态。未来四年，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更剧烈的变动和供应链加速重整的局面。我们将秉持稳定中追求成长，变局中把握先机，持续地落实前瞻基础建设、造园投资等重大的计划，来巩固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更要抓住时机，在五加二的产业创新的既有基础上，打造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第一，我们要持续强化资讯跟数位相关的产业发展。第二，我们要发展可以结合 5G 时代、数位转型以及国家安全的资安产业。第三，我们要打造接轨全球的生物及医疗科技产业。第四，我们要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及战略产业。第五，我们要加速发展绿电跟再生能源产业。第六，我们还要建构足以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及战备产业。我要请所有的产业界的朋友放心，政府不会让产业孤单。在未来的几年，我们有几个主要的策略来发展带动产业的发展。首先，我们要将国内的需求作为基础的能量来带动产业发展。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口罩等防疫物资的战略需求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未来我们也会视各产业的规模及条件组成国家队，借由政府对内部需求的保证，建立台湾品牌的全球战略物资的制造业，并且
拓展到其他市场。未来我们会采取更灵活的金融政策，持续的改革金融体制，运用更多元的金融手段来协助产业的资金需求。政府将致力于维持完善的公卫体系，兼顾着国家安全体系、稳定的社会、良好的法治以及健全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也要持续的引导产业布局全球，和美日欧洽签贸易跟投资保障协定。我们持续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同时，也会积极开拓其他有潜力的市场。台湾要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就必须汇聚各方的人才。我们将在双语国家及数位领域上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和精英，让产业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社会安定。过去几年，我们把长照 2.0、幼托照顾、居住正义的问题一个一个补起来了。未来的四年，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张网做得更绵密，接住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尽量不要让遗憾的事情再发生。首先，我们要更强化健康跟防疫安全网，结合产业在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以及传染病防治的领域有更多的突破。接着，我们要把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补起来。这几年来，有几起视觉失调症的患者相关的治安事件引起很多的讨论。我会强化社会照顾体系，让第一线的社工能量能够提升，把过去社会安全网没有接住的人找出来。司法和行政部门应该要检讨制度，优化制度，该修法的地方就应该要着手修正。在国防事务改革方面，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方向。第一个是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将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第二是后备动员制度的实质改革。第三是改善部队的管理制度。年轻人从军出现适应上的问题，反映出社会的转变跟军中的管理制度的落差，我们必须把落差补起来，不要因为制度的不周全影响了社会对军队的观感。我们积极地参与各项国际重大的议题，包括反恐合作、人道救助、宗教自由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重要的全球议题。在这次的国际疫情中，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对国际社会展开了无私的援助，受到了高度的肯定。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也愿意跟对岸展开对话。我要再次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我会坚持原则，我也期盼对岸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未来四年，除了国家建设的工程，政府体制的优化也是非常的重要。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攸关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政体制改革议题能够被充分对话，形成共识。今天我们的现场有很多防疫英雄，我们有口罩国家队的上中下游产业成员，请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好吗？谢谢，请坐，谢谢。我们有疫情指挥中心的工卫团队，请站起来好吗？请坐。